点出门了。早安，美丽记者。然后你们会跟那个我们家的小在那边乱给我殴打他，好不好？总共美丽记者有四车，然后四车的情境啊，然后你们所以拍我们工作模式都好。对，工作模式走。今天早餐是蛋饼，跟他介绍一下我的车队的朋友。正妹记者，跟他打声招呼，快点。你就当来车队。他叫木子轩，李轩轩。现在是4:45，天还没亮就要出发了，现在人在内湖。那可以麻烦来看一下我们的美丽记者团们。中间这个我们的美丽记者今天还没化妆，让大家看一下你真面目好了。